银十字军队长，不，超人之母，他的生命已经即将终结。但是，如果能够发生奇迹的话，没有这个必要啊。 之战结束后过了几天，但是，请泽前队长并没有回来。不过，阿龙他并没有流下眼泪。铁兵，你还好吧？铁兵，振作一点。 振作一点是吗？怎么这样就不行了？喂，我是未来，有一群迪诺索尔往地球来了。今すぐできることは何？ 是怎么回事？这阵子的怪兽不都是博卡尔吸引过来的吗？所以说博卡尔现在还活着吗？你不要胡说，他已经被 Mabius 还有擒贼队长被剑所打倒了。提诺索尔原本就是会四处迁移的怪兽，只是这一次并不是恰好路过地球。 可能是以前有提诺索尔降落在地球，他们不小心走到了相同的路径。拜托，千万不要降落在我们的管辖区域。李姆，因为它很小，所以Limit简称李姆。离子加速器还没有修好吗？修是已经修好了，只不过现在这个时代。 不管是哪个公家机关，都会有一个吉祥物存在，所以我特别破例准许它成为我们盖茨的吉祥物，为我们单位效力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雷顿 R30基雷是盖茨太空为了迎战宇宙怪兽的侵袭新铺设的宇宙基雷。
好像有点可怜耶。这种事情不能拿来开玩笑。要是放着怪兽不管的话，会有很多人死亡，会造成其他人的伤痛。我们就是因为要减少一个伤心的人，然后多保护一个生命，才会有盖斯的存在。怎么了？有一只提诺索尔穿过积累网降落轨道，正朝向日本。发现提诺索尔，开刀！臭提诺索尔，这一次绝对不会像上次一样。向凤凰号分离，完成科技解禁，超机动模式转换。11点钟方向过来了，放心好了，我看得见。飞翼龙卷风启动，太空元素弹发射，你看见了吗，锦泽队长？这就是你托付给我的现在的盖斯。哎呀呀呀呀！各位辛苦了，辛苦啦！保持这个状况，就请大家把怪兽一只只打倒吧。这样一来，雷姆的人气也会。雷姆，这什么？提诺索尔的极性居然逆转了！在尾巴前端的神经节壮大之后，提诺索尔产生了新的脑干。也就是说，怪兽变成两个脑袋，然后复活了。怪兽代码为进化提诺索尔，它的推进器官丧失作用，因此无法飞行是确定的，但是。在它的前进方向30公里处，有一座熊谷水库，必须尽快歼灭它。怎么确定它的目标是水库？断层搜索震撼弹，原本是用来在宇宙空间内收集水分子的器官。假设它是以水库的水为目标，并不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是，即使是用上我的动态视力，要捕捉到那两条鞭子，也是有相当的难度。其实我也。没有自信能辨别出那么快速挥舞的两条鞭子。在这里啰嗦有什么用啊？话是这么说没错了，但如果我们没有打倒提诺索尔的话，水库肯定会被破坏的。你说水库会怎么样？那跟我们又没有关系。我们必须做的应该是……阿龙，我知道你憎恨提诺索尔的心情，可是。你这样是不对的。你说什么？现在的你和当时因为憎恨而被蒙蔽心灵的剑一模一样。我们战斗的目的
不应该是为了泄恨吧？阿龙，你不是也说过吗？就是为了多保护一条生命，我们才会在这里，盖子才会在这里。我在想，你一定有策略吧？是的，可以采用新的模组怪兽。为了歼灭进化提诺索尔，必须要使用超越断层搜索震撼弹射程的远距离攻击最为有效。根据 UG 文件内的记录，怪兽编号温达姆能够使用光线进行远距离攻击，最适合用在这次的计划里。利用温达姆的攻击来误导提诺索尔，再趁机发射太空元素弹将它消灭。 Guys, set it go! 远距！祝各位任务成功。阿龙，未来，抱歉，你说的没有错。阿龙，我们一定要将提诺索尔打倒，保护水库。这件事就交给我吧。好，不是交给你，是交给温达姆。什么嘛？可是实在有点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总部判定米可拉斯是失败之作吗？当初还做了实验，想让每个人都能使用它。那也没办法啊，谁叫他只听好美的话呢？进化提诺索尔将于60秒之后抵达指定地点。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超绝科技解禁，拜托你了，温达姆。这玩意机动模式转换，目标在零点方向，开始攻击。太空元素弹开始幻象飞行启动。太空元素弹发射。怎么会？时间到了。
Amphibious 也无法一次抵挡两只吗？再这样下去 Maybe 也是会被他们打败的。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？ 该怎么做才能达到提诺索尔？百球引擎停止，涡轮还在转动，重新启动。不行，有爆炸的危险。这是我们的翅膀，它不会坠落的。 超人之母说的奇迹真的发生了。
复仇铠甲破碎之后，你也被解放了。 你要以咸蛋超人的身份活下去。 咸蛋超人在我的体内，跟我走吧，回到阿龙那里。不，阿龙的身边有你陪着。 这家伙说，那个蓝色的人是秦泽前队长。不会错的，我感觉得出来。他变成咸蛋超人，回来我们身边了。哦，不然就叫他咸蛋超人光好了。光，就因为他随着一阵光出现嘛。我反对。我也反对，阿米狗，我也是。 要不要取个可爱一点的名字啊？我觉得很好啊，咸蛋超人光，对不对？未来，看来我们挺合得来的嘛。现在对 Mabius 来说，也多了一个劲敌哟。啊？对于 Mabius， 还有咸蛋超人光，绝对不能输。我们这些guys，得加把劲了。是。 这是重要任务，只是奉命去跑腿而已嘛。今天的运势非常的糟，要小心为妙。把他们搞丢了，这些全都是神明。我的会比兽大人。完蛋了！下一集第一次的跑腿。